Minta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刚才最后一个布农的创作歌曲《孩子们回家吧》。继续热烈鼓掌好不好？再继续热烈鼓掌，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们可爱的青年在这当中，在这当中给我们很棒的，很棒的。我们再继续热烈鼓掌，让他们在后台听得到哈。啊，感谢主，感谢主。好，谢谢，谢谢，请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很感动？我相信在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生命要去感觉生命对我们的呼唤。我们生命本身就有声音，而声音是对我们心灵深处在呼喊。我们觉得我们生命要听得到有一种呼喊的声音，是对我们心灵里面说话。我们求主能够保守，让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感觉到我们不熟悉的一群人，但是似乎神在呼唤我们，让我们熟悉他们。果真当我们熟悉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说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什么，是他们在帮助我们，他在帮助我们看见一些更大的一个世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感觉到尊贵。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尊贵，我们本来就应该要爱我们所爱所在的土地。神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土地，神的爱在其中。什么时候我们把它糟蹋了这块土地？什么时候我们人在这当中浪费了这个资源？当我们觉醒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有一个族群他们在那个当中是凋零的吗？不是，他们站起来。今天不是那一块地，是整个台湾都要站起来。
Thank you.
台湾特别对原住民来讲，它就是我的土地，我的母亲。当有一天你们或许有钱，可以有绿卡跑到美国去了， maybe 可以到中国， maybe Singapore Hong Kong， 但是原住民可以跑到哪里？千古以来原住民就在这块土地，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一起为这块土地来歌颂，来祈祷，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台湾虽然是小小的，但是一年四季的丰盛的果树看到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生活在这个美丽的 beautiful island Formosa 台湾。东华小姐她实在是非常的优秀，她的音质是多么优美，等一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知道吗，东华小姐七年前中华汽车举办了全国性的原住民的音乐大赛，当时有1500多个原住民男女青年参赛，不知道巴奈那时候有没有参加，我不知道，因为他的音乐特别好听，你知道吗？我们比赛了半年，终于我们的东华小姐得了冠军，这样子的。当时呢，中华汽车很多的唱片公司知道东华小姐得到冠军的时候呢，唱片公司亲自的纷纷的来到布农，本来要把我的东华小姐带到台北成为优秀的歌手，但是当时我们的东华小姐想着想着，凋零的部落为什么优秀的原住民都要离开部落而去呢？所以她拒绝了这样的一个邀约，宁愿留在这块土地上陪伴的族群，重建的家园，守护着那美丽的森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台湾西兰的母亲。买头前这四支旗啊，吼，这四支啊，你若要买回去吼，迄一组啦，吼，这四支啊一组200块，哈，较歹势吼，我无多送你吼，我没有能力送嘞，200块一组，哈，可以啊，你要放2000块也可以。同学你好，请问魏志龙魏先生有在现场吗？魏志龙魏先生，还是现场没有人认识魏先生的？没有，好，谢谢。我们这里有我们遥远的人民，一路蓝绿，一路蓝绿，一路向你。我们这里有我们祖宗的生命，血流荡平。
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顺便买礼物给我。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我也想要电脑。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
听，大家午安，大家好。不是看到我欢喜啦，三点半要回去啦。每一届你上课吼，甲迄个即节的时阵吼，大家拢笑眯眯啊，开头笑甲尾啦吼。迄个，各各位吼，预告，11月23号、24号、25号是咱的国际班第九届，今年都最后一个推出。哦啊，希望你也当把握吼，你有时间吼，哎，11月23、24、25。啊，但是16、17、18呢是第43届，所以各位呢会记得哈，你是第42届。啊，你即马受过训以后，啊，你有这块牌啊，你有这块牌啊，吼，以后你要倒来听课拢会使，免钱的。但是吼，食饭爱钱，吼。啊，尤其是礼拜吼，真侪人拢咧白靠靠闲嘛，吼。啊，礼拜天的中午吼。啊，就回来，啊，吃饭饱，吼，啊，就换新出来上这节课。啊，这节课呢，我差不多迄阵拢听两礼拜一摆嘛，吼，啊，两礼拜时有一挂新的消息，吼，啊，我就伫这个所在公布。啊，像咱这届吼真好，11月2号，11月初二呢，啊，拄好恁拄着好运啦，哈，拄着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潘尼达哈，来送咱迄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旗啊，啊，甲恁交代讲，啊，甲升起来。啊，佫讲一个 as you wish， 啊、哦，就是讲如你所愿呐、啊，如你们所愿呐、啊。啊，我们咱因为伫2006年的10月2日是过美国，啊，经过判决，啊，一直到2000即个叫做2009年的即个4月7日，啊，判决5点，啊，这5点呢，就是讲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联合，承认美国军事政府还在台湾占领中。第5点就是讲，要求司法部要求美国的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台湾民政府这个国家的人。啊，所以才演变到2008年2月7日开始，啵，一步一步拢按照进度啊在进行。我上课甲各位讲诶，本来美国是讲要甲你骗100年，啊，想要甲你骗100年，因为美国伊家己感觉讲中华民国伊为中国撤退来台湾是流亡政府，伊嘛知影，啊，伊知影以后呢，有一部分的人因为有受到即个中华民国的好处，我绝对敢讲好处啦吼，啊，受到好处呢，啊，伊嘛要互遐个人。和这个共产党来脱离，所以美国拄拄开始的政策是反共。啊，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中立，派第七舰队啊巡防台湾海峡。啊，当时嘛讲台湾的问题要等到太平洋地区和平以后才来解决，可惜无法度解决，是安那？因为共产党已经将这个中国规个拢甲占去啊！啊，当时宣布讲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啊！哈、哦，在1949年10月7日，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啊，所以伊成立以后，中华民国自然灭亡。但是问题是，伊还佫留下两个地方：金门甲马祖。所以美国才会讲吼，金门甲马祖是尚待讨论的地方啦。哦，啊，这个伫国际法内底，这两个所在。嘛，袂当讲完全是属中华民国，迄是算讲中华民国。原来中华民国吼，因为去用战败，去用消灭，啊，剩的这两块所在。啊，这台湾这块土地，你会讲啊奇怪啊，那遮尼啊久，无人知影讲台湾这个所在到底是啥物款的地位？你加入中华民国，加入国际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时阵呢，伊用啥物名？伊用独立关税领域，啊，这独立关税领域无人知影讲啥物叫独立关税领域啊？尤其台湾的国际法足多啊，啊，你有问讲啥物叫独立关税领域？无一个人我倒甲你回答。啊，原来这独立关税领域伫啥物所在？就是伫美国甲墨西哥战争，迄当阵美国的军队占领着墨西哥的一个都市海港啊，一个港口。港口的生意人做生意讲，我最近要交啥物人？
哦，占领中的税金要交什么人？啊，到底是要交美国占领者，还是要照常交予墨西哥？因为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啊，所以这个生意人就告甲美国法院，甲最高法院判决占领区，伊甲弄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做啥？叫做关税领域。啊，所以关税领域就是啥？占领区的另外一个名称啊，叫做关税领域。啊，所以关税领域，你等于嘛唔知，所以你免见笑讲，哇，你拢唔知，你等于唔知啊。我讲，你讲，你等于问我啊。哎，林先生，啊，这个关税领域什么意思？我讲就是占领区啊。啊，你凭什么讲是占领区？我就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条款。哦，啊，那叫独立关税领域，因为台湾和澎湖是日本的分离关税领域，但是金门跟马祖是中国的独立关税领域。啊，所以这四个所在加加起来叫做独立关税领域，是为这来的。这世界里面，你也会记得，独立关税领域就是占领者，现准是要去占领中。但是美国伊嘛已经讲啊真清楚，独立关税领域不是国家。啊，所以美国前以前甲即马一直讲哦，不是台湾不是国家，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即马演变到今日11月7日，伊宣布啥？伊宣布讲，迄个希拉蕊宣布的嘛吼，伊讲台湾护照免签证。即个代志我要来啊较密切个注意呢。伊讲中华民国讲有 IC 版有晶片，你家去看还有有没有晶片？没有呢。啊，你今日敢免签证？你若真正要捌去日本，你就知影。你去日本安那 ？passport 摕咧，摕咧，啊咧机票买咧。去日本，迄叫免签证啦。日本人要去美国啦，同款，机票买咧，坐飞机去美国入去，安尼叫免签证啦。啊，即摆现准时毋是哦，中华民国护照爱伫网络签证呢。啊，网络签证嘛爱钱呢，一般免签证是拢免钱呢。啊，即网络签证伊要交74块美金，你袂感觉讲很奇怪吗？啊，你明明都是爱网络签证，啊，中华民国报纸甲你讲免签证。台湾人相信，你真正要死哦！这台湾人啊，伊要跟你讲免签证，啊，无法度有人甲反驳，有一个戆戆的甲反驳啦，斯文仪啦 ，CDC 的迄个疾病管制局副局长啦，啊，伊就老实人啊，又哪里有免签证？要啊，要去网络签证啊，74块啊，啊，强点到要死，含迄个媒体吼，遐、哦、媒体的人拢总同款啊，哎、欸，各位。台湾的已经神经错乱了，真正神经错乱。什么叫免签证？免签证就免交任何签证费，安尼叫免签证。啊，你真正讲台湾人免签证吗？我问你咧。本来 AIT 签证爱偌济？4800块。即马即个网络签证爱偌济？74块美金。74块等于偌济？2300。38算啦吼。按偌久？两年。啊！若要签五年，要偌久？你家想看吗？6000块啦，比例啦，比例差6000啊。我问你咧，6000块甲4800对一个较济，6000块较济嘛？安尼免签证，台湾人真正足颓的呢。你讲有颓无？有。我无讲哦，你讲哦。卖讲因啊，咱嘛是安尼同款啊。你上台嘛足欢喜啊！哦。台湾免签证，台湾免签证，你台湾护照是对，上面有台湾护照，无啦，不然有嘛？你即马有啥物？干那些台湾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嘛？咱家吼有一个旅行社的，你是老板的是吧？哦，经理啊，旅行社的经理啊，伊奈来受训，因为入去美国去互刁嘛。哦，譬如伊讲伊个朋友啦，好啦，伊嘛无要紧啦吼，啊那反正种个歹代拢是朋友啦，有真济拢嘛咧，啊我个朋友呢，有阵是不能你讲伊个故事，当然毋是伊啦，哦，人伊足高个，毋通甲误解吼。我有讲一个例吼，包括伫电视嘛有呢 ，AIT 即摆到处伫宣传对毋对？我甲你讲一个实在 ，AIT 那边宣传。因还无代无志去宣传，伊这美国人是足脆的，
伊即马用一个网络签证哦，即马签证的人数哈、哦、降低啦，降到足低啦。啊，即马国务院未收山呢，因为国务院迄当阵讲迄个国土安全啊，迄 Homeland Security 啊，国土安全单位啊，冤家啦。即、这个国务院讲哦，免签证，国土安全讲 no。过去的这半年内底，每一个月拢有千几件的人摕中华民国护照入来，啊，拢是中国人，所以冤家啊！啊，冤家呐！国土安全部伊讲，我来办，要经过我的网络签证，我要认定。啊，所以呢，即嘛申请美国的签证的。大量的降低啦，啊，全然大量降低，各位，我问你咧，你有信用卡的？你举手我看，你有信用卡的？也较悬的无要紧啦，我袂甲你借啦。啊，手问啊，无一半啦。啊，你买美国签证免哪签？啊，有人讲吼，啊，都你用遐经理会当签五十个啦，无可能啦，我甲你讲啦，国土安全局未通过啦。啊！你无credit卡，你要签证？足简单嘞！啊，无我若捡一张credit卡吼，我签证真简单啦，我就通过用迄个credit卡就甲签去啊。美国人吼，你敢知影美国人的迄个保险安怎保呢？这架车我的，我伫开弄掉，还是去用弄掉？安尼伊甲你赔。这架车我的，唔是我开的，简易司机开弄掉无赔。美国的概念是真嘞。美国普通因为太快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车啦，迄大家观念就不一样啊。所以即卖的免签证实在是假。当然，咱正是即期是初级班哦，所以我即个论述爱拄啊开始爱讲错，故意小可听一下。啊，因为我知影你伫网络拢有咧看。1941年，诶，即个12月初7，日本帝国轰炸珍珠港。一般是讲偷袭啦，但是我讲我不爱讲偷袭啦，安怎讲？我讲讲奇袭，就是忽然间你美国无注意，我去甲你轰炸。特别讲哦，咁美国真正无注意，美国伊个射击连遐尔啊大连，为迄个北海道安尼射到即个珍珠港，迄射几啊天呢？啊，讲无发现呢？啊，甲轰炸，我有当时想讲嘛，我感觉讲吼跳过伊，互你炸。啊、因为你看看吼，迄一天破东西，伊个航空母舰吼，拢有跌嘞呢。伊讲拢塞到无半只，嘿，上帝你甲帮忙呢？啊，是毋是真正啥呢？伊即马无迄个资料，我唔敢讲。但是我是感觉很怀疑啦。射几波射到遐尼啊远，啊，伊个航空母舰无互你拍到半只。啊，当然伊迄个沉重嘛真厉害。啊，即马。美国的罗斯福在格登港12月8日向国会演讲，邪恶的日本帝国突袭我们的珍珠港，不是他宣战哦，他没资格宣战哦，总统没有资格，谁要宣战？国会宣战。所以12月8日宣战之后，中华民国宣战，这中华民国有宣战，但是日本无改承认呢。迄个时阵呢，中华民国有三个，唔是啊，中国有三个啦。一个就是伫重庆，一个伫南京，一个伫延安，毛泽东迄、那个。啊，所以伊宣战的时候，啊，佫无照迄个规矩呢。宣战一定爱讲某年八某日某时，含迄时都爱讲出来。我这个国家向大日本帝国宣战，安、啊、就算宣战。所以严格来讲，所以伊这个宣战啊，日本无甲回应，啊，日本天皇无甲回应，啊，所以呢，伊若讲是迄天宣战有准胜，安尼伊是1941年12月初9宣战，啊，当时投降，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投降，日本天皇讲伊要投降，啊，所以战争是1941，停止战争是。1945，偌久？那干那看年对年四年尔嘛，干不是？啊，伊甲你讲几年？八年。
啊，你读的时阵你有相信吗？你当有相信的举手。你敢骗你啊？我唔敢相信，我嘛相信啊。啊，无我那考的条件中，八年抗战。其实啊，甲你骗的啊，三年八个月讲八年抗战啊。因为八个月，伊讲迄个月甲变做年啊，八年抗战啊。啊好，准乎你准算啦吼，八年抗战啊。迄当阵，台湾是属日本天皇的土地呢。台湾人去做兵，是打什么人？你敢知影？打中华民国的人呢？打中国人呢？上海的攻防战的时阵，有一部影片，迄是历史的。三个日本人，莫庆忌去甲轰炸，去甲炸。三个日本人内底，其中有一个台湾人。你未想看咩啊？台湾人甲中国人战争，过几年啊，讲投降以后，讲中国人来甲你讲回归祖国，台湾同胞们，大家拢相信啊，是安拢相信，我歹人我嘛相信啊，我捌问过我的爸爸妈妈呢，我說你们相信吗？因为奇怪呢，明明都战书，过几个月，讲一个来讲，咱这尔，你要做战败国，要做战胜国，要做啥物人？要做啥？咱点点了吗？台湾人的个性啦，点点，当然要做战胜国，啥物人要做战败国，对不对？要做战胜国，对不对？战胜国你就该死啊！你今日就该死啊！因为中国人从来都无甲你当作是同胞，从来都无当作你是战胜国啦。所以就我这边拜过讲的红蚂蚁甲黑蚂蚁，这个红蚂蚁入来，恁这人爱做战胜国，好无要紧，我看你辛苦半辈。1947年2月28日，迄精英拢抬抬，将伊精英的提议甲抹伫身躯顶，我甲你拢共款。煞哩课本甲你讲啥？日本窃占台湾，奇怪，我条约看足侪。无一个条约讲日本的窃占台湾，我刚刚看到讲中国清朝割让台湾给日本天皇，我刚刚看到割让，伊讲窃占，窃占什么意思？饕餮叫窃占，这块地这么大地，会当窃占，会当饕餮来，有够牛呢。所以若要做小偷的吼，去日本学啦，会当给窃占一个土地。日本人对我好上届找小偷。日本人哦，伊讲我卖我的手，我不爱抄，我不偷，我卖手。日本时代嘛呢，没有小偷呢。你不像你问你老爸老母阿公阿妈，无偷的呢，无人要偷的呢，要抢的呢。伊要做代志光明正大。所以啊，到迄个时阵开始，煞来甲你讲光复节，足奇怪。你明明台湾的建书，竟然让光复，光复的意思是什么？建赢才有光复嘛，敢不是？你甲庆祝光复节有无？你有去庆祝光复节有无？举手看看麦，有无？有嘛吼，我嘛有呢。我笑诶，咱做伙笑，对不对？若无光复节，无光复节，即摆过来就讲。台湾这块土地，讲日本已经放弃啊，有人捡到。各位，后摆你伫路的你捡物件，拢免还，那捡到拢你的就对啦。干袂使哩，普通的常识，卖讲读国际外，普通常识。日本已经放弃台湾，所以台湾人捡到台湾，所以变成台湾的。你唔是，嘛唔是你捡到呢？甲你统治的是中国人呢？就中华民国来台湾是啥物物件？是占领？为什么叫占领？对一条条文有，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经过杜鲁门宣布一个一般命令第一号，第二条由蒋介石个人哦，蒋介石代表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想来用蒋介石用，无用中华民国，因为坦白讲，迄个时阵的蒋介石啊，无职务啊啦。已经隐退啊！
啊，所以蒋介石伊代表，所以美国人伊做在伊讲，一切爱照法律来。蒋介石代表民军来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派丹仪来台湾，丹仪迄阵时两个职务，一个是行政长官公署，一个是台湾警备总部总司令部，一个是军政府，一个是民政府啦。因为拄啊开始的时阵，中国人无爱用民政府，互你知影讲。你台湾人会当成立民政府，所以以前甲你用。在1947年2月28日发生事变以后啊，到6月的时阵啊，伊甲你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啊变做台湾省政府，是为遮来的呢。啊，落尾啊，伊三月省政府的新主席拢总中国人，美国讲你不要搞错呢。新政府爱给台湾人呢，啊，所以落尾啊，蒋介石，迄个蒋经国，才开始用台湾人所谓的崔台青。你拢叫是讲崔台青是伊的德政 ？No， 美国要求，强力要求，1985年美国的国会通过要求中华民国要成立党外另外一个政党，所以1986年。民进党成立，伊是无可奈何的被美国压迫来成立啊，所以伫燕山，互你办啊，啊你办的时阵，伊嘛真巧呢，伊就伫想呢，伊想讲，我互你成立政党，啊免偌久就互你变倒呀，啊所以又甲遐人召集，啊一挂台湾人啊，表面上是真爱台湾啊，就是甲中国人同款，我互你钱，我互你人。但是拜托的，你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咧运作，各位，我伫中国办学，我伫中国无学着啥物，干那学一个斗争。你唔通听到斗争拢烦恼呢，爱惊呢？哦，斗争，唔是谁谁对我斗谁啦？斗争的意思是啥物啊？就是讲要将我的观念放喺你的头壳内底，安尼叫做斗争啦。我甲你讲。共产党上个厉害斗争一下，画圈圈，就是问我画一个圈圈，啊，立马画一个圈圈，你唔通留喺伊个圈圈内底盖倒，你就温输诶，你都爱将伊个揪来，来你个圈圈来盖倒，来盖讲，啊，你稳赢诶。今啊，今日民进党就是入去中国国民党内底个圈圈内底去盖算，所以。李登辉13年，陈水扁8年，连续21年的台湾人做总统，无效，惊未出去。啊，有人甲你讲，哦，我们在体制内把它革命，把它改变。我甲你讲，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宪法允许你叛变。你若要叛变，军方就甲你抓，警察就甲你抓，因为你叫叛变。这是足普通的。而且法律呢？你问伊遐专家，啊，你中华民国宪法内底宣誓做总统，啊，你可以跳脱吗？不可以呢。敢那秘书敢那是讲，你是你的家庭内底一份子，你要跟恁老爸讲啊，我要跟你脱离关系，可以脱吗？我都脱吗？法律上啊，也许你可以宣誓讲，我跟阮老爸无关系，歹势吼，出代志嘛是拢有关系啦。好像让你脱离关系的 DNA 都赶快是变成脱离，所以你也知道，咱台湾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但是投降以后，我伫甲各位问讲，啊，你台湾是台湾人，台湾是不是？你即马较巧啊，未讲对，台湾唔是台湾人，台湾呐。因为我跟你问讲，你若讲是，我跟你问讲，啊，你所有权证伫倒？你提不出来嘛？台湾既然也毋是台湾人的台湾，啊，到底是啥物人的台湾？你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台湾人拢免交税金，你也免阁交啥物税金？这逻辑嘛，表示你咧交税金交予某一个人，还是某一个单位，迄个单位有权嘛？啊，有啥物的权？中华民国即马有权，你叫你交税金，
是因为伊占领，所以有权叫你缴税金嘛。啊，但是这个缴税金的内底，伊袂让乌白叫你缴呢。嚯、哦，即马什么税金，直直甲你差，直直甲你差，健保直直差，直直差。啊，你台湾人憨牛啊，做黑蚂蚁啊，伊若安讲，你就安缴啊。啊，若无缴，伊甲你抓去关啊。各位，台湾人无法度团结。问题即马会使团结，会当来做，就是唯一就是台湾民政府啦。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网站已经正式讲，台湾民政府是2008年的2月7日成立的。本来啊，咱台湾的这个成立民政府啊，在世界历史内底啊，算上慢的啦。啊，第二遍呢，什么人你知无？关岛啦，关岛是。美国占领以后50年啊，了后伊才成立。啊，你莫怪关岛的人，伊50年以后才成立嘛，是安那？关岛足好趁食啊，伊迄个岛吼边啊拢是海啊，啊鱼足济啊。啊，美国佫占领，伊若无钱，甲美国讲，美国我无钱啊呢，啊伊就摕互伊啊。啊，建设拢美国出钱啊，所以关岛人全无爱独立啊，无爱建国啊。甲波多黎各同款，波多黎各为1899年开始，到今日已经百几年啊。美国嘛叫伊独立呢。美国哦，有一摆国安局甲我讲啦，这波多黎各，我今年要叫伊公投，一定要甲通过。看你要是要独立，还是要变做美国51州？因为你若无独立，还是美国51州的时阵，要安那爱交税，甲美国人拢同款嘛。啊，但是你若无独立，你就免交税，因为美国宪法内底有一个海外领土，占领地区视同海外领土。啊，海外领土爱做啥？免交税，免做税。啊，有好看无？所以波多黎各人真巧呢，我那就变做你的51州要死哦。我若卖变做51州，我就免交税。我波多黎各内底所有的公司，万免去交税，给你美国。所以一公道几十摆拢袂过，他们不要独立，他们也不要建州。啊，像美国迄烫手山芋啊，敢那黏贴贴嘞，剥袂开啦，黏条嘞，啊无法度啊。美国宪法啊，你美国更改宪法，台湾的问题，美国就是真惊讲你台湾，你这台湾人拢知影讲，美国要搁你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时阵啊，你台湾人搁较巧。波多黎各的话，个个都是又黑又胖，伊免做代志啊，还租金一块啊，好笑啊！台湾啊，租金一块啊，全台湾人来爽死。台湾免做兵，占领啊！你甲占领，啊！你占领，中华民国叫你去做兵，你去做兵。啊！中华民国当时叫你做兵，你知无？唔是1945年，这个到的中华民国部队入来，一直到1949年。12月，最后一个礼拜，才将台湾人调去做兵。那遐久，拄仔开始伊召开议来啊，占领也袂当叫台湾人做兵，伊人又召开去啊。但是到落尾啊呢，蒋介石去破美国的 LP， 甲讲哦，我来替你防卫，我的甚至我会当甲你训练军队，唔是呢，伊训练军队是要拍去中国呢，伊要反攻大陆。啊！美国拄仔开始嘛，叫骗去。OK， 反攻大陆真好啊，叫伊反攻的第一线的堡垒。所以，1945年10月2号举行投降典礼嘛。但是，到1949年12月，第一提出台湾人去替中华民国去做兵，但是无人知影，台湾人唔知影。戆戆去做兵啊！所以我讲台湾就是黑蚂蚁啊。黑蚂蚁，我伫拜五讲的故事，你应该还阁会记得吧？黑蚂蚁将红蚂蚁将这个黑蚂蚁的囡仔甲饲好大汉，爱开始去做骷髅，去外口家找食物倒转来，回家，啊就爱甲饲呢，一世人黑蚂蚁。为头到尾做工，各位，
你要做工做一世人无？要无？袂举手。啊，无爱举手，对哇，拢无爱啊，我嘛无爱啊。啊，无爱要安怎？台湾的论述，即摆就重点就一只啦吼。台湾现主是台湾人，你无爱做黑蚂蚁替红蚂蚁做兵，甚至咧替红蚂蚁做工，咱都爱来主张我台湾人的权利伫倒。你啊看这张当年啊，导航的时候，你这张图哦，我相信恁拢捌看过。但恁看的时候哦，恁未注意。恁有看这张图？这张图即摆看有啥物无共款无？其实1945年10月25日导航的时阵啊，典礼啊，中山堂的外口就挂美国旗啊啦。你无注意，你看，只有一支，你有看无？只一支。加一支，加个一支，顶冠个一支，啊，顶冠还个一支，各位，奇怪，你既然向中华民国投降，你挂美国旗要创啥？台湾人无伫注意呢。其实，美国人甲因中国人讲，我无甲你骗哦，我旗也有挂予你看。哦，我旗也有挂，予你看哦。这旗也嘛是我，迄当阵翕的相啊。1945年10月25日有啊，遐有两支有啊。啊，顶冠迄支嘛是，遮两支有啊。遮一支，遮一支，顶冠一支。各位，这张图我相信你读册拢捌看啦，但你拢无注意啦。有美国旗无？有看得到无？这块土地100%是美国的啦。啊！你讲伊个是安怎？啊，因为国际法有这一款规定哦，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虽然是占领，你袂当甲改我台湾的地位。我甲美国去争取就争取这啦。你如果不能改变台湾的地位，啊，所以美国讲安尼好，台独代表战争，啥物代表战争？你就要去问日本天皇讲，你要给台湾要怎处理啊？啊，日本天皇以前就有讲过啊，我要给你自治啊，敢那现主席的新的日本国家啊，自治同款。即摆新的日本国家是自治呢，家己管家己呢。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一条的美来滴讲，日本天皇将伊的权力来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就是今日本政府啦，所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一个8月15日宣布投降，代表停止战争，不是终战啊！爱记了，停止战争而已，停止战争，停止战争，有可能搁再战呢，有可能哦。但是呢，好佳哉无战啊吼。但是迄个时阵的苏联，8月15日投降以后，日本天皇投降以后，伊照常去共拍北方四岛。啊，日本的军队嘛真勇敢，甲伊对抗。但是到落尾啊，因为总部投降了嘛，所以供应不上嘛，所以迄四粒岛，北方四粒岛拢去予苏联占去。啊，苏联啊真夭寿，啊嘛头脑真好。伊将四粒岛内底有16000个日本人啊，拢总用船给送去日本岛。我跟你讲，蒋介石毛的毛笑就一波。伊甲美国讲，遐个日本人对讲咱啊吼，遐个伫台湾遐个伫台湾顶管遐个日本人啊，差不多迄阵有600万。伊讲遐个日本人啊，我无多管，拜托诶。拢改送返去日本，但是美国甲讲没有办法，600万人啊，我无遐尼啊侪船只，战争拄啊结束，伊哪有遐侪船只？所以伊甲拒绝，这是伊的秘密档案拢有。伊就要学苏联，迄、那个四粒岛去互净空以后啊，伊宣布讲，迄四粒岛是无人的岛，国际法有这条，没有人的岛，但是袂使安尼做啦。啊，所以我甲日本讲，
往迄个你原来一万六千遐日本人原来户籍资料，甲留咧，甲留咧以后啊，来告苏联。但是即马日本来甲苏联讲吼，把北方四岛还给我们。啊，苏联讲 ，no， 不是你的。为什么？唔对，日本天皇的啊。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日本政府讲伊的，无效嘛。国际法是要照法律来呢。我甲日本人讲，你日本人绝对无法度讨北方四岛啦。要讨北方四岛的人，敢有一个人会使啦？台湾啦，是安怎？台湾是日本天皇，甲今日还阁有效益的关系，所以台湾人会当代表日本天皇向苏联讨北方四岛，啊，有欢喜无？拍手，这是法律啦，这是法理。啊，日本人一个听，哦，原来是安尼哦，熬过来，有处于吼，所以。慢慢来，慢慢来。我讲吼，渐渐换吼，没有时效，哈，没有时间效果，随时会当甲吐。所以战争法，当然啦，渐渐换的后边是啥？武力。在迄个时阵，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了以后，5月7日生效，6月17日。在台湾开始实施日本天皇的管辖，所以一共也叫做史政纪念日。史政纪念日以后，日本坦白讲有花很大的力量。你敢知影讲台湾今日物产丰富，每一年的稻作物、迄个农作物啊，有三季，对吧？你敢知影原因？有一个人足大的功劳，迄个人啊。八田雨衣丢，八田雨衣啊，将迄个加兰水准啊，迄、那个总长度啊，比万里长城较长。因为伊八田雨衣质量算天才呢，20几岁吼、哦，东京帝大毕业，就派来台湾做这个水利呢。所以咱听人讲，日本人的研究学问吼、哦，实在很有一套啦。所以这个八田雨衣呢，但是你也看哦，伊历史上哦，捌甲你讲八田雨衣无？没有呢。咱的囡仔，你若甲讲中国的历史哦，吼，拢比你较高辈，对吧？啊，所以成绩上好诶，上饭桶啊，我就是啊，笨蛋。你若甲讲中国的历史历史上的英雄，民族英雄，吼，听我讲你听。啊，你若甲问讲。啊，台湾的民主英雄呢，拢讲不出来呢。啊，若甲你问讲，啊，谁对台湾有贡献，拢讲不出来呢。各位，咱的悲哀啦，地理嘛同款，所有的人的读书的人，所背的拢是中国的地理，靠着中国的地理，大家拢会晓。啊，若台湾的地理，大汉溪、大甲溪、什么溪拢袂晓。这是真可怜的代志，你敢不知道？啊，检讨呢？所以呢，咱民政府后摆要拜托蒋维文来做教育部部长，因为少年啊，当时把蒋维文拜托台语创造语言，韩国家己的语言，越南家己的语言有文字啦。所以呢，咱若有文字以后哈。都未去予中国甲咱同化，啊，无啦无吼，好啦，今日咱台湾民政府起来啦，过几年啊吼，搁一挂遐推下面的出来讲吼，哦，中华文化很好哦，哦，啊，都爱甲伊学啊，各位，咱若民政府这点，我甲你保证，汉字大学毕业以后再去学倒啊，好冇？真个假个？学啥？学英语，用日语都好。我问你，中国文化有啥物好？你甲我讲。第一，讲白贼足够个。中国人有几年的文化？你所查几年？
5000年嘛，敢真嘞？假呀，啥那假？偌久？3000年啦，安怎讲？有文字才3000年嘞？世界三大文化没有中国文化呢？我常常听到咱的迄个中医咧讲，伊演讲又讲啊，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杂草呢。啊，过来，中国文化常常跟你讲哦，自古以来，哦，我听这句话是足严的呢。自古以来，中国是元朝的，是蒙古的啦，那唔对，冇唔对呢？自古以来就是蒙古的啊，哎，那也不爱信哦，蒙古。所以哦，魏朝骗人骗到底，到今日还搁你骗。一个足简单的免签证，伊就讲已经免签证啊，明明就是网络签证，伊讲免签证，明明都较贵，伊讲较俗，可怜啊！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后，签一个马关条，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和平条约被签的时阵，伊即马甲你讲开罗宣言，你美国同意讲将台湾还予中华民国。开罗宣言有这个代志无？有，什么代志？什么话叫做开罗宣言？宣言是啥 ？Declaration 就是主张。战争迄当阵的中间的主张，但是战争以后，那有一挂代志无合国际法，伊嘛无法度将台湾挂予别人嘞。迄个时阵是安奈无法度挂予别人，因为蒋介石当时有甲人讲，伊讲如果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不会去侵略其他的国家。结果原来不是伊侵略啦，毛泽东啦派军入去韩国。啊，所以美国向联合国宣布，甲美国甲联合国讲哦，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朝鲜，联合国投票通过，讲美国做哪对？啊，迄当阵中华民国诶，中华人民共和国诶，周恩来伊嘛赶快伊派伍修权带九个代表团去美国，美国诶时阵伫联合国12月嘛是23号。该提告，无通过。因为内底伊讲哦，美国侵略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过。因为联合国甲讲啊，台湾既然是中国一部分，你拿出证明啊，拿不出来。到今日为止，他还拿不出来。台湾若毋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台湾是啥物？我甲各位讲过，马关条约内底。诶，第一条，大清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签订条约。第二条，将台湾周边群岛甲澎湖来挂牛号，谢谢。挂牛号，这个也做日本天皇。啊，这个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有共款无？无共咧。啊，哪讲无共？啊，你有证明无？我无共是我讲，啊，你有证明无？有没有？没有呢。我跟你讲，我提证明给你看。当时到1945年9月初一签一个投降书，日本政府、日本天皇派一个人叫做崇光葵，当时是大日本帝国的外交部部长，伊签字在遮啦。崇光葵啊，崇光葵身份内底伊写啥 ？Emperor 皇帝 and government 日本天皇甲政府。安尼有共无？表示讲天皇是天皇，政府是政府呢，足清楚个啊，很清楚啊。啊，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迄个 O 个后壁，迄 S 无加嘞，是已经代表讲，我敢若放弃主权权利，我不是放弃主权。坦白讲，他也没有办法放弃主权。因为占领未当移转主权，啊，所以最近日本无日本政府，因为日本天皇的土地，日本政府会当去管。伊即马甲他放弃迄个主权权利，所以伊要保留主权的义务啊。所以讲到今日为止，日本无放弃，日本天皇无放弃。啊，对《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到26条。
无一条有写讲日本天皇爱放弃台湾，没有。啊呐，法律内底无写，表示今日啊呐，他仍然拥有台湾的主权。啊，所以美国讲，你台湾这团体讲台湾独立，啊，你咪去问天皇，有对呢？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所以你问天皇讲，伊要让你独立无？问天皇讲，要让你自治无？佮甲你讲一个秘密，2009年12月15日，习近平后任的中国共产党的首席总理，啊，佮兼迄个总书记，12月15日，伊去日本皇宫拜访日本天皇。拜访日本天皇的时阵啊，日本政府不爱佮拜。伊讲你要讲啥？啊，转伊去拜托啥物啊？拜托美国，因为伊拜托美国，所以我才会知啦。因为美国会甲我讲啊，伊甲美国讲，甲日本天皇见面15分钟啦。2009年12月15日，伊甲日本天皇讲啥？其实，因已经知影台湾的地位，即、這個、台湾即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所以甲日本天皇讲，欸，我即马中国吼，小可有钱啊！啊，我甲你买日本，即、這个日本天皇你的迄个台湾，我甲你买。伊知伊无多战争嘛，啊，要甲买的时候，日本天皇甲印一句话足趣味，用日本的皇族，我没有卖过土地，用日本的皇帝的物件，从来没有卖过啦，拒绝。啊，你欢喜无？拍手啊！哦，你拢实在是足无感情的呢哦，人替你讲话，你也唔知影讲讲鼓励呢哦，所以日本天皇正式拒绝啊，所以美国就甲我讲，日本天皇已经拒绝啊，啊，即摆换你有机会啊，啥奈，遐中国啊，知影要去甲日本天皇讲，因为我写迄个战争法，我2004年开始写，2007年啊，哦。中国惊到呢，要是要过一个战争法，伊那也无注意。啊，这无这个战争法的时阵哦，伊才叫迄个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哦，去叫武汉大学87个博士哈，组织起来，用2年的时间去研究战争法。啊，了武汉大学出一本册，有关战争法的部分。我甲看迄本册内底啊，我甲你讲，所写的结论、所写的过程，甲我的研究是一模一样啦。独独台湾的部分人过无写，啊我所以我敢讲，台湾的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层拢总知影，啊那知影就安怎，台湾就安全了嘛。伊以情理法拢讲过啊嘛，唔是你的嘛，你伫国际法内咧已经放弃啊嘛，所以希拉蕊、奥巴马甲日本的这个。这个叫做野田首相，按照国际法，就是讲这啦。啊，那按照国际法，中国就飞起来呢，伊就怎无多套啊？啊，所以自3年前开始，中国唔敢讲啊，美国跟你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马跟你讲，台湾是中国的 core interest 核心利益。哎，我想几波呢？什么叫核心利益啊？什么个核心利益？这中国人哦，足够安尼乌白创造迄个语言呢？核心利益，伊个核心利益啊！啊，核心利益都唔是你个，干啦核心利益。你若要讲你个，你爱讲法律哦，我有所有权证，所以这我的。啊，你无所有权证，你袂当讲是你个啊。所以中国已经知影啊，所以伊即摆改变伊个策略，用统战，伊甲你统战，安怎统战？所以我老早。我伫差不多2005年的时阵，我就已经公开讲这个话啊。我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会铺红地毯，予咱台湾人行。迄个时阵哦，无人相信呢。迄个时阵，大家拢要阁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我倒在来讲，无可能啊啦。啊，果然，即马开始拢铺红地毯。啊，想要开铺红地毯，好对你偌好咧。但是吼，伊即摆又改变哦，安怎讲？伊知影讲无可能啊嘛，要摕台湾无可能啊。啊，即摆安怎？甲你食。所以我甲你讲吼，你唔相信，你将即句话甲记落来。
郭台铭啊，你未超过五年、十年啦，你的物件若无变作中国，我才随在你啦。你若看新光有厉害无？新光的迄百货、迄百货公司拢叫食食去有啊。因小弟，我是不爱讲啦，因为因小弟跟我小弟做同学啦。伊讲哎，秘书长，阮迄个哥哥吼、哦，本趟伊都无读日本，从中国出逃。读他伊就袂叫我骗你，他嘛无效。我册写，我一本册未十七万本呢，我几乎拢用送的呢。啊，你读几日读呢？台湾人拢不信邪，拢讲哦，啊，这歹运拢未轮到我啦。讲叫是拢家己上好运啦。啊，所以呢，去中国足多嘛，啊，钱了到要害嘛。各位，你伫中国有赚着钱，你举手我看。小生意无定有啦，我来卖迄个芋饼啦，我来卖迄个珍珠奶茶啦，也许会赚到啦。啊，但是嘛无法度赚久长啦。我讲一个例，互你听啦，好不好？要听无？哎呀，我伫四川啦吼，办学校嘛。你知影边疆？迄阵无边疆呢，边块啊。边疆偌好赚呢？一袋一袋袋子吼，一公斤吼，卖二十块人民币啦，好赚无？水嘛，边角做出来嘛，啊！伊过去吼，为台湾运过嘛，二十块一个袋子呢。吼、哦，拄啊开始赚噶，头家欢喜噶。啊，我办好嘛，我搁啊退啦。啊，伊讲吼，我一公斤卖二十块呢，二十块呢等于台湾车八十块呢，啊，一袋啊，娘娘呢，啊，请一挂阿兰啊来做工。即马做半年，赚半年啦，有欢喜哦。哎，伊遐伫因兜咧做遐阿六啊遐工人啊，跳出去家己开啦。啊，伊跳出去开啊啦，伊也无过去啊，吼，头脑有够好，家己哭哭哭哭吼，家己做啦，爱家己做过去出来。伊一公斤哦，甲卖十块啦，二十块甲嘛降十块啦。哦，气甲要嗨呢。啊！我以前伫中国的时阵哦，好办了还不错嘛哈。啊，我世界拢去甲看嘛，因为我想讲有够难嘛。要求我甲降十块呢，因为我要降，我要甲伊拼，我降五块，伊就五块甲拼嘞，拼嘞哈，伊是说人贵方袂烦恼啦，拼两块，二十块拼两块。啊！伊昨下佫甲讲嘞，我要倒来台湾卖厝。我处处卖了，我要多跟伊拼。那对啊，退下面呢？但迄当阵哦，他们讲伊的脑筋内底吼未去想啦。啊，真正呢，等下台湾卖厝呢，啊，顺便甲伊某离婚。某在你动的嘛？要是哦，你厝伫里边卖了了，啊，你什么娶二奶？有二奶啦。啊，我袂当讲啊。啊，真正卖厝呢？三间厝，一间厝了后，因某两间厝卖卖，搁提起呢。我做较大哩，我拼一箍。经过半年，我甲问，安那即摆安那？一个民间建呢。我甲讲吼，你够颓呢。中国人一个月生活呐，一百块伊会当过甲真好。你台湾人生活若无一千块以上，你无多过啦。恍然大悟啊！安尼阁死一个台湾人啊！阿即摆好啊，钱了了，甘愿啊，对不对？敢不敢转啊？啊，二奶嘛离开啊，啊变作啥？台流啊！我甲你讲啊，台流什么意思？你知哦？台湾的伫中国咧流浪啊，啊唔敢转来啊！我甲你讲，即种的台湾比比皆是，足济。我甲你讲，我算真巧的人咧。我安怎巧，你知道？我当时办学校，我落差不多，坦白讲，我写是写七亿五，实在是不止啦。我上海毛校，我无讲啊，敢若伫省都七亿五千万的台票啦。啊，叫伊掠去，我拢读书的呢。啊，会当紧的，会当甲管，甲掠去甲关。关十五天，还佫派两个、四个人来甲看守。各位，我迄阵我是一直想呢，
过年也袂当转来啊，因为我的护照拢甲我没收啊。啊，我住的所在真悬啊，敢那是十九楼啦，成都上悬的迄栋就是啊啦。啊，我吼有一天吼过年，我徛伫迄个阳台伫想，免烦恼，我袂跳落，我若跳落袂徛，袂徛伫遮嘛。但是迄个时阵吼，坦白讲吼，我伫想讲吼，我明仔来反攻。哦，免啦，你将遐钱又摕倒转来。落尾啊，我看看无法度啦，因为迄四个人哦，伊有甲我讲一句话啦。欸，林董，你在北京有人呐、啊？因为他们讲哦，我迄当我伫办校以前哦，我捌代表李登辉，甲迄当阵国大代表的副议长叫做谢龙胜，做李登辉先生的秘书，去甲中国谈判过三摆。一摆伫迄个韩国，两摆伫澳门。谈判什么物件？迄阵有一个叫做国统纲领，你们来知无？我甲各位讲，老早中国就知影国统纲领。我亲身参与的，我哪唔知？所以我感觉讲吼，即个政治界吼，拢咧甲恁算啦，甲咱算啦。我迄阵我较想，我嘛未想讲，我今日一徛伫遮，你创一个台湾民政府。我做生意做啊真好，我来做安尼。我是为金门走转来，尤其伫迄海顶的时阵哦，一个三板要转来台湾的时阵哦，坦白讲，我真正是目屎连落来。海影一波一波拍伫我的身躯顶，很浪漫，对不对？哦，我阁形容啊一波一波。我讲实在呢，那个一波一波打在脸上哦。我分不出来，看是泪水还是海水。咸的啦！迄阵我咧想讲吼，我遐尼有钱，竟然存只身躯倒来台湾。迄当阵吼，还阁想啊真早呢，还袂倒来台湾呢，还阁伫船顶呢。我无想到后壁迄段阁较危险呢。安尼倒来，所以我倒来以后，我没有做生意。啊！尤其我回来很趣味，这是天安排啊！我2002年6月2号回来，暗时8点到9点才登陆。那天我就不爱再讲了。你要回来台湾，我两双脚和那个鹅啊，鹅啊壳挂到吼，上无300几公啊，两双脚啦，因为浸伫那个伫沙滩内底啊。但是那个沙滩哦。迄个时阵袂疼呢，好奇怪呢。甲起来以后吼，迄水清清的吼，啊，鼻落做煞，啊，去到迄个饭店哦，啊，锥心之痛，疼甲袂讲的，唔爱听人家疼。迄吼疼甲吼，要行去个眠床顶吼，行袂起呢。但是我要行，我行去眠床顶吼，我阁足好心，我阁敲一个电话，互当互啥物啦，互迄阵阵甲。看守的国安局的四个人，中国的人，我打电话第一句话讲吼，董事长你在哪里？我讲我在金门、啊，你在金门啊？你把我害死了。我说你们在哪里？员工吼，他们被迫要写检讨书了，悔过书了。那小奈给他绑，为什么把我放走？其实他们无罪啦，我走的不是因给他绑的。我借这个机会替因声明一下。啊，落尾啊吼，迄几个我看吼，迄职务拢去互调整，啊，足可怜的。啊，其实我用头脑嘛吼，我算头脑还不错嘛。走转来以后，我先去做环球电视台总经理。我唔捌做过电视台总经理，我甚至啥物叫电视台我都不懂呢。啊，迄当阵张俊宏算真好大胆，啊，因为伊环球电视台一塌糊涂啊嘛，我唔知我去信呢，啊，我去哦，欸，我做认真的呢，我一年内底改增加为两个频道呢，同时开辟了16频道呢。迄当阵咱有一个东心吼，最近有写一个 email 给我啦，讲伊去找迄个新闻局的以前的局长叫叶国兴呢。用叶国兴对你的印象很坏，因为你在环球频道做总经理的时候去改邓多啊，
讲我遐长多啊。啊，是安尼，因为我甲要求讲吼，我要有两个频道啦。啊，迄阵吼，咱今日电视台吼，迄几个中国人咧控制的频道，迄种中国人控制，你拢唔知影呢？这个、电视台吼，你们都不懂呢。我今日啊，直接吼，我算讲上课真少机会讲，我才讲给你听。你知影全台湾的这个由优线台的频道？全台湾有几户的人有电视台？你知影因迄个因遐频道商啊报几台？你知无？你要约看卖无？600万。因交予中华民国的税金啊，600万台的税金啦。啊，这600万台的税金，其实全台湾的电视有几台？你约看卖啊？恁家有一台的压手？恁家的电视台啊，一台的压手，还有两台的压手。两台，还有三台举手，还有四台举手，对啦，真嘛，对啊，四台嘛，我讲四台是电视台啦，看电视的电视台啦。我甲你讲吼，照道理来讲，一个月拢600块到800块的管理费有无？迄个收视费有无？是安那遮侪年拢毋捌去过，你袂感觉吗？为什么？那种暴力，我跟你说，全世界没人说频道给你收那么贵的。啊，再来，他的有线电视法里面的规定，他如果给你收费用，他就不能放广告，就不能放广告。啊，这不是，他中国人怎样？广告他也要收，收视费也要给你收，啊，他自己怎样？所以他天顶，天上的叫做有线cable。地下的电视就是电视台，你不是说你有电视台你就可以放出去呢？ No， 完全控制在练台生的头那个身躯顶。练台生是标准的中国人，练台生本来是种啥，你知道？我不爱用那两字啦，因为现在讲的现在同来说变成我给侮辱啦。他吼本来是在打那个也做电火条吼在打单的啦。啊，即马伊个钱，你有看报纸有写吼？伊要买啥？买一周刊呐、啊，买迄个一传媒有无？讲伊几百亿有无？请问他的钱从哪里来？甲你收 ？No， 甲你收钱，搁有这个电视台，全台湾的 cable 是分成四大集团。我老早有讲，迄三台一定了死。伊这三台照道理是无线的，对不对？伊即马唔考虑无线，将这三台拢甲你囥咧 cable 内底有线里面。你若讲真正无装有线的，你连三台你都看不到。讲伊，加侪年，赚偌济？伊即马报600台，其实台湾的这个有线的客户啊，我认为最少有800万到1000万，安尼伊流水流偌济？人家拢中国人啊，所以有人讲哦，哎呦，你奈不爱去创电视啊？创电视，我跟你讲，伊那电视真正互咱播出啦。3个月中华民国若无倒，我随在你啦。啊，你免拍破呀，3个月要倒嘞。我跟你讲，啊，安尼你知影因谈迄个做乌拉子，所以你也看吼。王令玲奈未倒，东森啊奈未倒，购物台，人家控制媒体啊。各位，台湾无公平的代志太侪，是啦，我这个照对我不应该讲这啦。这后摆，全世界所有的电视台这款的有线，当然美国的有线的费用哦。在夏威夷当然很高，但是像那很高，人家规定电线要挖几公尺抬下去，当然不是呢。这样啦，有线电视法的规范吼，那个电线要经过领导，对不对？要给你钱呢？现在给你收，现在是怎样？你没给他钱，你还要交钱？
有线电视法的那规定就是安尼啊，有啥物人去甲看？所以有线电视照道理是爱待伫涂骹，你嘛吼乌白甲你铺，啊铺到尾安那做水灾，迄一条线吼，即马夹入即个社区遮大遮大白，塌落去水沟拢塌掉的，拢无人知啊。我知影，我虽然知影，但是我不爱讲。安怎讲不爱讲？我认为讲这个以后，台湾民政府即种马上要来个处理。所以我有讲啊，电视台即有人一直讲，安尼也不爱去创电视台。你创电视台，甲你放喺后壁，有个人要去看吗？收视率0.01，要创啥？开钱了钱要创啥？报纸伫顶你都不爱看啊！你讲电视要看？啊！即摆拢创啥物电视哦？你看，你也看吼，电视内底遐演员拢中国人，70%拢中国人。啊，中国人拢吼，拢水个，缘投个。对一个毋是迄个中国人，啊是台湾人，无呢？台湾人水个吼，敢若一个尔啦，甲我共姓啦，林志玲呢？而且林志袂歹呢吼，我定咧开玩笑，啊林志玲我会笑袂。啊，不，我来讲，我还是差不多，几乎差不多拢是啦，拢是中国人。马英九的团队内底70%拢是中国人。欸，中国人敢真正头脑遐好啊？你啊看，即摆伫表现如何嘛？你台湾萝卜要倒，900万人要倒。你知影台湾现主席中华民国的将官有几个？退休的现任的卖讲啦，现任差400个啦。啊，现主席退休一个月，顶领10万块、30万的。啊，每年过年拢还阁有奖金的，还有偌济人你知不知？2910个。全世界军队内底将军啊，中华民国上多啦。啊，敢有战争？无啊，无战争啊！啊，伊即摆刷入去，甲讲啥？甲阿强啊讲啥？国军、甲解放军叫做中国军，要将美国甲赶出去。所以美国吼，坦白讲啊，伊即摆着急啊哈！伊即摆着急啊哈！即摆话伊安那爱破民政府呢？即摆全台湾有伫替台湾人讲话，真正替台湾人讲话，敢若一个组织叫做台湾民政府，剩的组织。无一个是伫替台湾讲话啦，拢是替什么人讲话？中华民国、民进党，表面上挂民进党，其实民进党是什么人创立的？是蒋经国设立的。欸，不是我讲的哦，你啊看《全民公敌》那本册，伊中国人家己写的。蒋经国伫1986年出奇出力，和民进党伫宜山成立。所以报纸写讲，谢长廷定下的人，摕20万有无？爱甲过有无？过袂到啊！迄阵一栋厝透天的哦，10万块尔呢。各位，像这种的代志都不是假的呢。啊，台湾人吼皮皮啊，拢认为讲啊，我家己好就好。各位啊，规个环境若袂好，你就袂好啦，卖甲我骗啦。到老尾你就死啦！啊，你讲啊，我著做最后一个人死不要紧。问题是安尼啊，啊，啥物人做嘛同款，拢嘛爱去做，唔对。啥物人做嘛同款，但是拢爱去做内底有大有差别啦，有公平无？你台湾人是做黑蚂蚁呢？中国人计生总是台湾人，这方面拢甲你讲吼。大家拢同款，你是同胞。我跟你讲，所有的政策内底到今日，我没有看到一件事情真正将台湾当作他的同胞。你要是台湾这个土地吞打，就无你嘛爱较尊重咱呢？爱跟你讲，我把你们看作人呢？这是讲的啊，把你当人看啊，对吧？啊，那不是人呢？那是黑蚂蚁呢？
各位，你唔通想讲你上两节课，你对台湾的就是已经拢知影。我没有挑拨的味道，但是我会跟你讲，事实就是事实。今日台湾剩这条路好通行尔啦，这条路是啥物路？法律的路啦。所以我甲各位讲，你唔免夹刀，唔免夹枪，我甲你保证，上满两年，近一年，中华民国一定倒。尤其11月7日，美国国防部部长佩内达叫国土安全来送咱这支旗啊，这支旗啊，代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旗啊，送来给咱，这不是咱家己印的呢。啊，我是吼烦恼一点啥，咱即马甲升级对吧？啊，即马网络吼，哦，哎，林某某升5000级啦。你有看无？免偌久吼，即款谣言就搁出来啦。啊，你是知影，但外口人唔知影，推下面一堆啊，讲我升5000级啦。这是不是5000级啊？啊，再较近，再较近，互你看。我甲你讲，这支是吼美国的陆军旗，白色的陆军旗，1775年啊，1776年是啥？独立宣言，啊、哦，美国独立宣言。啊，过来，这个这个海军。海军呢？美国的海军旗。各位，我们是真的跟美国全面合作。以前他不要跟你合作，原因是对，你跟他为敌啊，你台湾人跟他战争啊，啊跟他战争，他绝对没跟你好啊。啊，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啊，所以过去他对中华民国真好是应当的。但是我现在跟他说，你中华民国已经叛变了，甲共匪，甲嘛讲共匪唔对啦，甲共产党真好。啊，甲共产党真好，啊，你美国也会变成共产党吗？因为当然不要啊。啊，我现在台湾人，我本土的台湾人啊，我们支持美国，我们以美国的利益为主，台湾的利益为辅。当然，我对我是安尼讲，啊，是一个逗病啦。我甲你讲。当然，伊咧看嘛，无要紧啦。啊，你爱背，你嘛爱背啊，你袂当点点嘛，对不对？是不是？我去做兵，你免甲背吗？你无代无志，叫我去做兵。啊，你叫我去买军火。啊，军火唔是我用的，是中华民国用的。我唔是中华民国呢。啊，遐钱爱背无？爱啊！哦，遐若背咧，个不得了呢。每一个人哦，会当买10只面子以上。所以我甲你讲哦，18岁以上。一个人拢有一栋厝，有可能无？100%可能啊！甲你讲，民进党执政以后，为幼稚园到读研究所拢免钱，有可能无？有啊！甲你讲，健保拢免钱，有可能无？有啊！这种想袂到，你绝对想袂到。中华民国来执政，你绝对想袂到的啦！台湾人有钱，但迄钱拢去互因开去啊！我了近半啊，听了中立上课，我最爱听嘞。用医生吼，100块拢用30块尔嘞，奇怪嘞，啊70块拢走一堆。欸，我感觉讲，欸，啊你中立啊，你拢无摕到，你台湾人啊，戆台湾人啊，黑蚂蚁啦，甲黑蚂蚁拍手拍手一下。黑蚂蚁啦，这是标准的黑蚂蚁啦，但是咱即摆无同款啊。咱比红蚂蚁更加红蚂蚁，我咱来抓遐红蚂蚁来替咱做工，好唔？无派出所拢唔敢，你看嘛，免烦恼啦。美国海军陆战队若入来，遐就是咱的啦。9月7、8、9，咱的黑熊部队集合，两个铁柱。哇，即马足侪人要报名黑熊呢。我讲哦。你即马报名非常无唔对啦，后摆当然薪水真高啦，但是还佫有其他职务嘛真高呢。后摆要足职务拢是3倍5倍薪水呢。
你不一定爱做黑熊，无你，我唔认你即摆做黑熊死搞，你讲我不爱做黑熊啊？我要天鹅啊！所以我吼，我迄个爱吃河南日本人国防部部长来，其实昨中昼吼，爱吃河南有派一个人来跟我讲讲一寡代志，讲啊真好。啊，讲这代志以后，因为我讲我甲你拜托的代志吼，你也未甲我回答呢。我拜托啥代，你知无？我甲你讲过有啊，五只船啊，会记得无？我现讲，你现未记呢？你老化啦，跟因讲吼，跟未记得啦。我这不是讲过，我拢讲未来呢。所以我讲啊，我代志安怎？他说还没有呢，日本的自卫队还没有回答呢。日本的自卫队啊，实在是真强啊！第二次世界战争，美国是排名吼，排二流的啦。日本第一名，迄阵日本啊，德国啦、英国，迄拢算第一名。美国的军力迄阵是第二流的尔尔。到今日，美国仍然承认讲日本是一流的。我甲你讲吼，日本讲自卫队海军讲吼，那阵中国敢向台湾开战？48小时内底，我要将伊个浮伫水面顶悬个船只拢总甲击沉。我听他们讲，我想着我讲很臭屁。日本你哪遐厉害？啊，当然我就收上来。我也知伊遐厉害，你敢知啊？我甲你讲啊，你袂记得吼？伊个潜水艇啊，百外只个潜水艇呢，伊吼，伊一日伫做哦，伊个工厂随时伫做哦，做出来吼，啊一年。退休，放喺佐世保军港，奇怪呢？啊！你中华民国是河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迄个潜水艇卖予伊呢？啊！今次还搁你用呢？讲政府政府足好用的呢？日本一年退休一只，一年退休一只，百外只放喺佐世保呢？各位，伊个航空母舰。有六只，两只已经在走啊，四只伫迄个军港内底，啊，即摆阁要做六只用直升机的战斗机的航空母舰，我讲真紧啊，日本啊真正要付出真紧啊，所以伊即摆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吼，用令赏我令棍，受着你的刺激，阮日本人要返去日本。要将伊现主席的宪法给废掉，恢复日本天皇的宪法。我甲试一下，我若要去祭拜靖国神社，我台湾的内家爱徛伫头前，你爱徛伫后壁。你台湾的台笔画比较多呢，日本笔画比较少呢，我你唔对。我台湾是大日本，而且我台湾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啊！日本人，你是日本天皇的国民，因为天皇有姓啊。国民较大是臣民较大，臣民较大嘛？你要做臣民无？要拍手！我跟你讲，即马受着中国的教育啊，有的人讲吼。我们不要让日本统治，有啊，有这种的啊。咱不是要让日本统治，我讲一摆，不是我徛伫遐咧鼓励讲，我们要日本统治，没有呢，我们要自治呢，不是自觉哦，我讲一摆哦，是自治呢，家己管家己的，安尼好不好？主题哈，可能后摆可能有一个名义上的总督啦，甲澳大利亚。澳洲跟那个啊，做纽西兰同款啦。啊，那个因的那个总督是啥物人提名？因的总理提名啦。提名以后，这个总理，这个总督啊，要经过日本，英国的，一个看完后，我等下落来麻烦。窗户给它关起来。好，谢谢。我跟你讲哈 ，Australia。甲纽西兰伊个总理提名总督，啊了后交予英国个女王任命，啊所以这个总督是代表
日本的诶，这个英国的女王，伊是表面上的领袖，啊，实际上的权力是放伫总理的头壳顶。咱这个情形会甲因拢同款。后摆咱的台湾的总督，咱的现主席的总督就是，唔系，这个总理是咱的蔡基元蔡教授。啊，蔡教授伊在提名一个总督，和日本天皇甲任命。表面上是安尼啦，唔是讲日本天皇来甲你管，所以你免怀疑咧。哦，我这样是日本天皇的，唔 ，no， 法律唔是安尼啦，因为照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日本天皇伊袂当对咱的国事来干预嘛，啊袂当甲你干预，但伊会当任命一个总督，迄是假的啦，放喺新民迄个红旗桌顶啊，互你看啦。啊，真正的控制的是伫总督啦，所以各位，我有一个把握甲你讲，我对法律我100%，我会当很确定的甲各位讲，台湾村这条路，当时这条路行行以后，我就要交予咱的蔡总理啦，所以我要退休，总理都要站出来，因为安怎呢？台湾后摆是这个总理会当执政了。带领咱台湾走入真真正正幸福的道路啦，对啦，这抱啊爱甲拍较大咧吼，爱甲小甲抱咧。我甲你讲啦，这个人哦绝对袂贪污啦，若要贪污，伊老早贪污了。这个人讲做事呢，花偌高伊就好啦，做一个大学教授，总先生讲你做事啦，定定来咱咧上课的时阵哦，因为。做较规身躯啦，真正嘞啊，塞一架当官车啦，哦，做一个财政局的局长，要啥物钱嘛有，伊无嘞，啊太太嘛你讲不人员嘞，田教授是吕秀莲的机要秘书嘞，啊这款高义的人去做这台湾人，啊你看有高义无？啊颠倒病，遐啥物独派啦，台独联盟的啦，这民进党个个贪污啊，我看了足切。所以他现在来说，我也要来加入台湾民政府，你要做官一年叫我，谁人家叫你啊？排队43届，各位，你是不是42届？是。是嘛？政治能力叫来，大家都任命以后，还有村委才给他，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啊，只剩一个里长跟村长而已。你看会到吗？这个日子看会到吗？我跟你说绝对会教伊，你免烦恼，你免怀疑。美国最无到即卖为止有3个反应给咱：第一，2010年9月初4日，9月初8日，在华盛顿 DC 办酒会时阵，伊个5个单位派人来参加国务院、国防部、CIA、司法院、甲国家安全会议5个单位。开线，搁甲咱遐人集合。我美国已经替恁台湾人开一条路，恁照这条路来行就好啊。又做叫，大家拢知影。第二，9月初8日，东港国家安全会议代表送咱迄200度，但是无甲你讲，你用你搞你秘书长就知影。好佳哉，我头脑真好呢。我下下就看就知影。啊，迄道边迄个。日本的皇宫那间厝内底天皇伫住，哦，日本天皇伊个，啊正边奥巴马，这个奥巴马，这个啊做占领啊，所以占领正侪奥巴马呢，因此，啊今仔算讲第三摆，啊各位恁拢足幸运嘞，拄啊伫42届，诶头一天上咱迄个旗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旗同时升上去，我甲你讲。半年来，这我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喂，差不多啦。所以呢，后界拜托咱在座各位，将你的好朋友，好朋友，还佫袂贪污的哈。我先讲哦，贪污的死刑，我先跟你讲哦，你唔通害你的朋友死刑哦。你的朋友袂贪污的，介绍伊来上课。同时呢。23、24、25是咱的第9届的国际班，
这是基督最后一拜。当时呢，恁各位若较良心的，我拜托恁38,000参加咱要去日本5天4夜的费用。啊，这个费用呢，哎，咱这旅行社经理，我问看嘛，38,000会贵不？吃好住好当然，你有听吗？哎，各位 ，Christmas 呢 ？Christmas 啊，圣诞节你要订机票都很难呐、啊，旺季啦。你甲看时甲看，广告拢40,000+，40,000+啦。啊，咱是住6星级的呢。啊，搁最后一天吼、哦，我甲你讲吼、哦，最后一天我是甲伊叫伊讲，这是阿伯啦吼、哦，我是要求啦哈、哦，安排一个温泉旅馆，叫一个足大的迄个厅吼、哦。爱让来这第300个宴会厅呢？各位，你若去吼，你是代表民政府呢？你若这世人吼，唔爱去日本是上好去啦。啊，若不去，我也当去啦。意思讲，你也去啦。啊、哦、啊，报名，家己去楼下报名，迄黄小姐遐。哦，啊当然，啊你吼护照交嘞，迄、那个 copy 本都有。啊你无要紧，啊你讲我都唔是中华民，我代表恁吼，留伫台湾啦。你我伫代表各位吼、哦，留伫台湾坐牢啦，政治炼狱啦，啊，恁也上去啦，啊，所以恁去的时阵，我相信这边吼、哦、意义不一样啦，吼、哦，啊，我也希望讲，恁啊经济拢可以吼、哦，爱去啦，啊、我讲剩20位尔啦嘿，无真济啦，哦，啊，去年咱本来是讲要去100个啦，叫去偌济，去150个，啊，咱即摆是讲20个啦，哎，200个啦，啊，即摆剩20位啦，啊，我估计啦吼。哦会超过啦！啊 ，Uranus 哈是30个人一只新的 Uranus 啦。我甲规定，你用下讲一定爱用上新的，啊，若无上新的死搞，我钱不爱甲你付，不过拢付了呀。明年不爱互你办。啊，所以吼、哦，伊也真慎重啦。好、哦、啊，今日呢，我也可要直接所在来结束。啊，我再讲一摆，回去你爱去台湾民政府的官网注册。即嘛，其他的人拢袂当注册，干那咱学员才会当注册。你是42届，啊，你要去注册，吼、哦，台湾民政府官网，啊，注册以后吼、哦，有一个权利予你，啊，你会当伫顶管呢发表你的意见，啊，若发表意见吼、哦，我会当甲你回答。啊，一般来讲，你若问问题，我会甲你回答，但伤简单嘞吼，别人就甲你回答啦，唔免我啦。啊，若较深的吼、哦，我来回答，安、啊、好无？多谢各位，谢谢。加给力，加力。